粉，它上面写的是我们的独家那个独家炒米粉。确实。那你觉得自己最适合的哪一个部分？那你最适合的米粉，但是你又不希望它被人家看到，因为我答应那个老板了。哦。再来就是因为我是跟人家学的，对，是上次那个写是写我们的独家配方，米粉。那那个老板看到的话，对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不好意思而已？就像股票掉下来一样，就很严重呢。你们去别家走就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要被罚三千哦。对，而且搞不好你们还没有。对。